是这样的，我想以后我打游戏的时间，我放爽，我多在乎你一点。你磕了碰了的，就是今天就是老师们说的话，我都有认真的都在那块听，就是我有自己过分的地方，然后你这里的脾气，我希望你能就是收敛一点点。我想跟你好好的，就是说咱们。 没有必要这个样子，就是咱都给对方一点空间出来。我打游戏的时候，只是想我自己单独的，需要一个私人的小空间而已。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那段时间的话，希望你能理解我一下。然后希望我怎么样？我没有说让他放弃游戏，只是当时在一起那些别人说那些话，真的太那什么了。而且我也有自己的生活，我只是。 理解了，听明白了，啊，别哭啊，别哭。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仅仅是为了施舍他，我是多么的伟大，<笑>我都接受你这样一个浪子了，你还有什么不能听我的话？我看你们迟早分了的好。 这眼泪越哭，就觉得这个感情越不纯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哔哩哔哩、哔哩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吧，看结果吧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 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。各位，请见证。我希望就是这回通过来咱们这个节目了之后吧，我想咱们俩回去之后都反省自己的缺点。咱们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，对吧？这戒指戴哪个手我也不太清楚，你就。 笑一个行不行？哎，就是大方点，对吧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对吧？咱们回家之后都自我反省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我不是说打游戏就是我唯一的，我也大了，就我这岁数的话，打游戏得当教练了，对吧？现在不是这么个事儿了，我少打点儿，对吗？咱们别哭了，回家吧啊！来。 请亮灯啊！来来来，姑娘来，知道你委屈，本来是想诉苦的，结果被所有人说了一顿，拿着吧，好好反思一下吧。你想象的道理不一定是真的道理，生活就是这样。祝你们幸福，请回吧，谢谢。也许是不经意，想你在人海里，这只当是。 哎呀，这个女生啊，特别有意思。她所有的肢体的潜台词都告诉我们三个字儿，叫不愿意。你如果不愿意或者不情愿的话，你何必为难自己呢？其实爱了就爱了，你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，应该藏在心里。当你时时把所有的这些压力挂在嘴边的时候，那个被你爱着的人，他心里会有负担。 你们的爱会变味儿，我们要祝他们幸福，因为如果真的明白了老师们今天所说的道理，或许这是他们生活最大的一个转机。